个被迷，就是我们的身相啊。啊，我们的身相的确是刹那九百生灭，相虚相啊。啊，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坚固地执着它，啊，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说在家说一切享受全是落空，决定没有啊，但是啊，所造作的罪业的那个不空啊。为什么说罪业不空呢？罪业是妄念的，妄想啊，妄念是能变的啊，能改变现象。这个刹那生别生灭的幻象啊，是所变的那个现象。我们法相唯识宗里面所说的，能变的是真的，所变的是假的。因此佛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是能变啊。所以真正觉悟人，他看十法界是什么呢？十法界的现象只不过是善恶因果循环相续的现象。那么这个相是真的是假的呢？那就要看它存在的时间了。佛法里面讲真假，它的定义是凡是不变的永恒的就叫它做真的，凡是会变的就叫它做假的啊。这个真假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用这个标准来看呢，只有真如本性呢是真的，因为它不变，永远不变，本性所起的相分啊，性一定会起相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因为性不灭不生不灭，所以它起的相啊也是不生不灭。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相是不生不灭。那么相是不是真的？相不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是真的？相会变啊，不同性，性不会变，相会变啊。那个相是千变万化了啊。相怎么变呢？随着众生心念它变。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唯识所变，识就是分别，就是执着。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啊，随着念头啊，那个相会变呢、啊，所以它会变，不是假的啊，不是真的。那么它变得状况如何呢？它变得实在太快了。前面我们讨论过，不止刹那九百生灭，不止啊。所以它的速度啊，它存在那个时间的短暂呢、啊，比闪电呢还要短，那时间还要短。真正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也就是他一生就灭了。我们细细体会佛在经上所讲的，确确实实
它是生灭同时，生灭同时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了啊，生灭同时。说个生灭同时，那真正的含义就是相是虚假的，相是决定不可得的。我们今天看到讲，好像他这个相存在还蛮久嘛，啊，停的时间还蛮长嘛，啊，那是我们错觉，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相虚相，对，一个相接着一个，一个相接着一个，相虚相，啊，所以一刹那当中就900个相虚相。我们看的是这个相，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呢，就被这个假象迷了，以为这个假象啊是真正的存在啊。第一个被迷就是我们的身相啊，啊，我们的身相的确是刹那900生灭相虚相啊。以为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坚固地执着它，啊，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是在讲说一切享受全是落空，决定没有。啊，但是所造作的罪业的那个不空。为什么说罪业不空呢？罪业是妄念的，妄想啊。妄念是能变的，啊，能改变现象。这个刹那生别生灭的幻象啊，是所变的那个现象。我们法相唯识宗里面所说的，能变的是真的，所变的是假的。因此佛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是能变吗？所以真正觉悟人，他看十法界是什么呢？十法界的现象只不过是善恶因果循环相续的现象，除这个现象之外一无所有啊。觉悟的人呢，不但六道人，十法界都是这样的。啊，这个世间空无所有啊！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觉后空空无大千”呢。啊，这句话现在我们听起来体会，自然就不一样了。啊，觉后空空无大千，是不是这个大千的设法界的现象没有了？不是，设法现象在。看法不一样，观念呢改变了。啊，以前以为设法界是实在有的，现在晓得设法界无非是善恶业因果报循环相续的幻象，啊，梦幻泡影之下，决定不是事实，决定不可得，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它存在的时间是极其短暂，啊，短暂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佛说法，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提示过，佛为一切众生说法的原则是以二谛而说，二谛是真谛宿谛，真谛呢就是事实真相，一切大乘经所讲的都是实相，所以大乘经是以实相为体呀。佛说的什么？完全讲的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要说出来，众生不能接受，不能相信，那么佛就不讲事实真相，讲俗谛。俗谛是什么？众生的知见，也就是迷惑、迷失自信的人，他们的想法、看法可以接受的。佛说这一方面，这个叫以俗谛而说。譬如经典上常说，小乘四果四相，大乘五十一个戒位，这是随俗谛而说的。如果说真话呢，这话通通没有。这个我们读《金刚经》快念完了，到这里晓得了。真的是确实没有哪有什么大小乘啊，哪有什么四果四相啊，没有啊，以俗谛而说你容易懂啊。譬如佛讲啊，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生契机，这是随俗谛而说的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人王经上讲的一刹那九百生灭，随俗谛说的这种讲法凡夫可以接受想想佛讲的蛮有道理，可以接受。如果讲真的呢，不能接受了为什么呢？超越他的常识太多了超过一点点还行，还勉强能同意超过太多了就不能接受了那么现在我们呢，可以能够接受佛所讲的真谛，实在讲得力于现代的科技佛讲宇宙人生许许多多现象现在科技逐渐逐渐的观察到了这个是这今人的修学比古人呢，实在讲方便多了但是我们对古代人不能被佩服现代人呢，有一些科学常识讲到这个甚深境界，我们点头同意，佩服佛所说的。古时候科技没有发明，那些人怎么能够相信？这是我们讲的说，那些人是真正有智慧呀，真正有善根呐。若不是深厚的善根，真实智慧，那佛讲的这些是超越我们的想象超越我们常识他们怎么能相信这又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地方了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